下，生命需要随时出发，等待你我要青春间迸发，感动捧起下的泪光，一种自豪微笑是灿烂的火花，骄傲我为祖国骄傲，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
果你现在不想继续这样，不想再压迫心脏，就马上跟着我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别等待，一起来，一起来，我们都活在社会的大课堂，谁学不要太鲁莽，你有话别乱讲，如果此刻想谁看？
非常感谢各位缘到。是，我知道来了很多孩子，很多孩子，谢谢你们远到祖国的各地，汇集在北京，借着这样的日子，你们今天就 happy 吧，等着黄妈下去，然后再上来。
尝试过许多次想忘记，我试图说服自己一切过去，可这完全是在欺骗谢谢你们。我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要为大家介绍，在我身后的最上面的大家看到的弦乐团，你们一定会马上告诉我，他们跟我的第一次碰撞在什么时间？大家快快鼓掌！再热烈一点。我们在全场都会听到他们很高级的演奏，我感谢他们给了我这个感动，一起来呈现各个作品的美。所以下面我们要唱一首歌，是请到我们的和音组和我一起唱一首很美的歌送给你们。Thankful all
谢谢。谢谢你们。你们穿的够不够？现在应该感觉不冷了吧？因为你们都挤在一起，应该不冷了。我特别感恩有这一场在北京的个人演唱会。可是呢，我这个环节是我精心不叫策划了，精心设计也不叫设计，这设计听起来很那个。我是想对坐在下面的一个人说，我要是没有猜错，他坐在十一排。然后呢，我想对你讲的是，在哪里啊？不好意思。好，你们转过来看我，不看他了，好不好？他会很羞涩的。我要对您说，您听好了啊！我要对你讲，我和你从认识到嫁给你之前，我们相识是8401天，从我嫁给你到现在是865天。然后我要对你讲的是说，接下来如果我们还能凑到8401天的话，还有7536天，我们可不可以走完呢？我是坚决要和你走下去，
然后不知道你的心意，回去晚上你告诉我吧。你知道吗，我的数学不好，我都掰着手指这样算，说到底有多少天不要算错了。所以我要接下来唱的这首歌不仅是送给你，也是今天来了很多的婚姻的家庭，还有来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亲情朋友，我们借着这个非常温暖的歌一起重温里面的感动，好不好？那这个时候黄爸，对不起，我要和海英老师牵一下手了，我要请出金海英老师。在我和金老师，在我是歌手第一次，我们也是透过牵手这个作品一起牵了一次手。我在唱这首歌之前，我要对张小英讲一下，谢谢你照顾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和我姐姐，谢谢你，这几天你辛苦了。
什么时候二十万般都离我远去？什么
Sweet memories that I take with me. So goodbye, please don't cry. We both know how much you need.
只想走进圆月亮，依旧太寂寞，依旧太凄凉，重复着
大家好。伤心的眼泪不会掉。
乐手们，谢谢。你知道吗？我非常讨厌穿高跟鞋，因为我在台上不能乱跳乱蹦，我其实喜欢乱跳乱蹦，但是他就是局限我，你知道吗？打赤脚啊，不要了，打赤脚我就很矮了。OK。光大大感觉不到心跳，感觉不到害臊，感觉不到自己想还是不想知道。
风呀风呀，请你给我一个说明，是
手，优秀的乐手，谢谢。过瘾吗？我们更过瘾的马上就来了。
各位晚上好。谢谢你们在北京刚刚下过一场雪如此寒冷的时候能够为我的好朋友黄绮珊来助威和加油。我作为他的朋友也代表他的家人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今天天真的很冷，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你们在听到他的歌声之后心是热的，因为他是一个怀着一腔热情去热爱音乐的人，所以我们都来支持他。我和你们都一样是他的粉丝，是他的歌迷，我们喜欢黄妈，所以我们来支持他。接下来我再唱一首歌，是在我是歌手里面曾经我最喜欢的一首翻唱歌曲《回到拉萨》。
我不觉得你们爽，因为要是爽的话会比现在更嗨一些。我再问最后一次，爽还是不爽？还要不要再爽一点？什么最爽呢？什么什么什么 PK 是吧？我跟你说，我来给他捧场一杯水都没喝，然后呢，我是来捧场，不是来砸场。可是呢，怎么说呢哈？要不啊，好冷。要不玩一下？要不玩一下？什么呀，就好。嘿嘿嘿嘿嘿嘿，这坏孩子们，你叫吧，你大声叫，你不大声叫我就下去了。哎，这就对了，不给吃不给喝，对吧？不给酒喝还不给点水喝吗？怎么着，玩一下吗？我擦擦鼻子啊。要不我叫他就玩一下，就玩一下了，反正也就这样了。这个他是我一个前辈啊，他出道比我早。当然你们都叫妈，我不能叫妈。就我叫妈的话，我想知道的是爸是谁啊。啊，好冷。要不我叫他，叫吗？他去休息去了，真的叫吗？哟，你还真敢来啊。哈哈哈哈。我想跟你讨教一个事儿，我比你出道早吗？是哪年开唱歌的？ 啊你是哪一年开始的？不是，是这样的，姐，我今年52，你呢？我没叫你就来了，你这人真是。我告诉你，我就恨不得立刻飞来跟你高歌，你知道吗？我俩哈，你们全中国人民都知道，这个我亲爱的，她比我小，也叫韩红妹妹，但是呢，她刚说，她说我比她。没事，你叫韩妈，我也不介意。啊、哦，不行，不行，我疼你，我疼你。好，我妈。哎，我擦擦鼻子啊！我为了给你，韩老师，我跟你们说啊，你让我说完这句话特别重要。啊、哦，说。我为了给你做嘉宾，我一星期都没吃饭了。我没见你减肥啊。喂，这瘦了没有？哎，给个追光，给个追光，瘦了没有？哎，这真的，等会儿啊，看一下侧面肚子主要。臀围请翘，请翘。现在瘦了，瘦了，有腰身了现在。哎，你看你们都欺负我。你知道为什么我俩铁哥们儿哈？我们俩实际上真的惺惺相惜，虽然不常常说这个经常干嘛哈，但是我们俩透过微信会经常，你一句我一句的，就是他也不饶我，我也不放过他。今儿下雨吗？哎，有点儿。啊，你戴个帽子干嘛？像新疆人。这个咱们下面唱这首歌，大半程的姑娘，我不下面唱这首歌有点关系噻。是吗？你知道啥？哦，啥子嘞？我给你唱啥子？我不晓得。哎，唱那个就是跟那有点关系的。珍珠。哎，珍珠。唱跟珍珠有关系的吗？有点关系，因为你不是说的是歌是韩国的吗？韩国。我说我不跟你 PK 吧，
你还往上找。哎呀，我俩就是在一起唱个歌，谁说 PK 了？孩子们都喊 PK， 对不对？这个已经过时了，这个年代不叫 PK， 叫什么呢？叫说相声。说相声的。好好好，我跟你说，他干嘛嘛？他今天来就是来帮我的。他来虽然他冷，但是他一唱他就不冷了，你知道吗？他跟我真的惺惺相惜，音乐我们相互的这个特别欣赏对方。他真的是我见过在我艺人哈，就是歌手，我真的很笨很二，但是他呢比我更二。他就是真的需要你呵护他，你别看他平时这么，哎呀，大摇大摆的这个甩甩的样子，其实他内心他真是需要有人疼他，所以我要疼他。我就属于那个鼻子都流下来自己这么擦的那种。拿点纸来，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拿了纸了，姐太客气了。你看，就来你演唱会，你就给个矿泉水，给个餐巾纸，我已经挺知足的了。我说，哎、你看姐那阿姨乐的，我发现我就是招阿姨喜欢。小孩一点都不喜欢我，全是阿姨喜欢。我现在是这个，24、22、20。我现在是这个，我现在好特别二。100减98啊、嗯！我们怎么着？我们就进入这个状况。就是他就这个。不是，他们说你看你非让我说。说啥？嗯，他，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我怎么了？你说你要送给我东西。那是唱完了要给的噻、啊。你现在就送。你说我俩像不像说相声的？他说他要送给我一个礼物。是的，因为我给他准备了一个。你看你现在不说我唱不好、啊、不是，我没说呀，你就拿来了。我连壳一块送来，那壳很重要，知道吗？壳妹妹把壳带上来。你主要是送壳吗？不是，我都一起给你，但是那个壳上面我有句话特牛、哎、特牛掰。我跟你说，发誓，我对菩萨发誓，我的琴呢，因为北京不是暖气吗，去年这儿裂了一特大的口子，真的。好，先放下。这儿裂了一特别大的口子。那正好我正缺一把琴呢。我简直太懂你了，是吧？啊。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因为你的外号叫吉他，他叫吉他儿。你 对, 对, 对吉他。吉他还儿。还儿、啊、对。等一下，我试。哎，你看一下子。我稍微试一下行吗？你听我说，老韩，你听我说，我这写了一句很江湖的话，不，怎么？你先弹一下是吧？我听听好吗？啊。我这可以念给你听吗？好、啊，我念给你听，好不好？你让我唱两句，你再好再，可以，好，可以。哟，这么好听的音色，我拿着你来。好啊，就我用你这个唱两句。不，你可以把这个你把那个放那，把这给我拿着，我拿这个唱。全部来。好，全部来。不是，这个是唱，这个是给吉他的。对。对了啊。그녀가떠나가요나도나는나는나는없어요두녀가떠난다요直接唱后面吧哈。 If you 会唱吗？ If you 就到这里吧。就到这里吧。对，我觉得你好，你真的，我觉得琴好好听啊。今天你是第一次，就是我买回来，我给你带回来，买回来以后我就放在家里没动过。这个琴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检验过关吗？这个很贵吧？哎，你跟我之前还说钱，好虚啊。哦，好，那我就拿着了啊。我俩都四川人，你知道吗？说话就那样，知道的哈，你们知道。好了，姐，我向你保证，下面这首歌我唱的肯定特别好。我跟你说，我说了，此琴和琴和琴两个字，伴你天涯，伴我天涯。对，好的。这个有点江湖这句话哈。不，天涯一点都不，天涯是一社区吗？不是啊。谢谢。这回接下来这个歌好好、啊、心满意足了吧？心满意足了没？非常的满足，真的。哎呀，其实送我什么都不如那个娘娘。不是，你要不就折现得了。
你平不平？你知道他特好玩，真的特好玩一个人。那我们唱歌吧，开始。那我们随便唱了，就也不报歌名了，行吗 ？OK， 谢谢各位。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何音，谢谢，谢谢，谢谢韩老师。谢谢。你知道我们热爱音乐的人
从一开始走上这条路，就一直渴望着可以透过 Melody 表达我们内心个人深处的情感。有时候与人沟通是困难的，但是有音乐这个上天赐下的礼物来到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这一份礼物。所以无论你讲什么言语，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在旋律里面，一定可以与你的心沟通。所以我要感谢这个创造创作音乐的音乐家们，让我在30年的歌唱生涯当中能唱到很多经典的作品。2000年的这一张只有你来到北京，我做了这一张唱片，完全的一张个人的唱片。我由此住在亚运村的一个小区里，我的单元号叫9单元303。那个时候为自己写了这首歌词，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为它配上 melody。 我一直保存这个歌词，因为那是我来到北京的开始和初衷。因为这张唱片，也因为只有你这首作品，让更多的你们认识了我那个时候还默默无语的黄妈。谢谢你们，在2013年我能够很荣幸的站在那个舞台上认识了你们，那种光荣，那种感动和那种骄傲，我至今回忆起来都记忆犹新。谢谢你们前来观看和观在现场来听我演唱会的各位前辈和小辈，长辈和小辈。特别今天要感谢一位80岁的老娘，她给我做了炸酱，那个炸酱面的炸酱。她来到他送到后台来，黄爸接住了，然后他请黄爸转给我，转收给我。我特别感动，不知道那位老妈妈坐在哪里，80岁了。我特别要谢谢像这样的长辈和你们年轻的小辈，这样子来热爱音乐，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谢谢大家。生命思念永成可的心，我会遇见
沾满了香港，我的小村庄。妈妈坐在梨树下，放着香。我攀上梨树枝，温暖的花香。摇摇洁白的树枝，化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飘在纺车上。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永生永世。小春一切都一样，树下空荡荡，开满的花的树下，房车不再响。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两行滚滚泪水留在树下。我醉了，我的爱人，
我的眼，竟有两个你，三个你，十个你，万个你。不要抱歉，不要告别，在这等。Thank you.
谢谢，我今天要感谢，首先我要感谢主办方，因为你们的付出和劳动，使黄妈有这一个机会能够站在北京国家体育馆的舞台上。谢谢你，谢谢主办方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我还要谢谢乐视，全球最大的乐视平台，今天晚上直接的全球首播、全球直播黄妈的个人演唱会，北京这场的个人演唱会，谢谢乐视。第三，我要感谢我的父亲和我的妈妈，因为你们俩的结合生下了我这一个怪胎，谢谢你们。其实我要感谢舞台上的所有的演职人员，我们所有的乐手，谢谢他们，请他们下来，谢谢你们，谢谢。我在这里还要讲几句话好吗？我要感谢今天所有来的亲戚朋友，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谢谢你们，谢谢家人，还要谢，哎呀，谢的太多了，我都谢不过来了，谢谢你们。我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这次演唱会的所有的幕后的英雄团队们，我们的灯光音响，我们的舞美，我们的导演团队，特别是我要感谢我的彪叔彪爷，谢谢你。我要谢谢我亲爱的乐手们，谢谢你们，可不可以更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一下，再热烈一点，如果还想第二场你们一定要谢，否则他们就不演奏了。谢谢谢谢谢谢 Gabriel， 谢谢新桃，谢谢海英老师，有西子，谢谢你，谢谢李楠，谢谢袁毅，谢谢乔宇，我一样再来一遍，谢谢小王，谢谢小张，哎呦，我这谢不完了。然后这边我要谢谢小善，谢谢弦乐团的帅哥，谢谢何英主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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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别是啊，谢谢你帅哥。谢谢，我们一起谢幕，谢谢。我今天忘记了，我们家里还来了我自己唱片公司，索尼唱片公司，我的亲爱的总裁徐总带领团队前来，谢谢。Make last minute more tasteful with edible arrangements made to